试卷题教材制作，这个部分是属于付费功能。OneNote 支援任何能够在云端硬碟上直接浏览的档案类型都可以，例如 Office 文件、图档、PDF 都是没有问题。选按云端硬碟图示，您可以从云端硬碟上选择测验的档案。也可以按下上传，从您的电脑中直接上传档案至云端硬碟上。OneNote 会自动截取该档案名称作为单元名称。在选项的设定部分，请您依照右手边的范例格式，在文字档中输入完成后，贴入左边的选项内容，可以选按预览。看看这样的选项是否正确。接着，请设定完成指标，选按储存，这样就完成试卷测验题。同学作答时，选按试卷题，可以是需要将考卷的内容放大。从左侧开始回答试卷内容。完成后按下提交结果。这样同学就完成试卷题的回答。同学填写完成后，可以选按进度。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位同学是否有达成老师所设定的完成指标。选按上方题目，可以看到同学的分数情形，也能看到同学的缴交次数。若同学有进行多次缴交，还能详细分析每次缴交的得分情形。您也可以选按依题目显示。来了解全班同学每个题目回答的详细情形。若同学表现良好，您可以在这边直接勾选，给予奖励。